我在我们家的后花园里面种下了14棵树，大家可要听清楚啊，是14棵。每次我一想到啊，我自己居然种下14棵树，我就感到很自豪。一棵，这里呢，也是一棵，啊，这2棵树，然后呢，这里是3、4、5、6，这个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这个不算，这个是13、14。我这些树里面有长得好的，也有长得不好的。大家可能看到了，在我后花园这里一排种下来的一排很高的这些树啊，都是杨树。这7棵杨树，我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旁边呢，这边右手边呢是公寓的房子。这些公寓的房子，他们的楼层都是2层高，他们的窗户啊就直接的跟我们阳台是对着的，所以啊，我当时就选了这几棵长大以后呢，会很高的这些树啊，它就可以把我们的阳台和公寓房子隔开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的阳台呢就会多一些私隐。这些树啊，我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，都是像围栏这么高，现在呢都长得有2米多、3米高了。这棵中间这棵呢，当时买回来了，跟其他的几棵树是一样的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长到第4年以后，它就开始不长了。不长以后，在它的根部就长出这么一个小小的树苗。现在这棵树苗看起来就是很小，对不对？像一个小矮子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邻居啊，这家也是种了啊几棵树在他的后院，他的目的啊也是为了啊要和旁边的这个公寓的房子隔开，以种树的方式把自己和隔壁的邻居隔开啊，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在国外非常的普遍，因为这跟国内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在国外大多数的家庭啊都是这样子单家独院的，自己有一些后院，但是呢单家独院之间还是有时候挨得挺近，所以啊大家呢都会种一些树把这个空间给隔开啊。除了种树以外，还有更普遍的方法，当然就是做围栏了。像我们家和公寓这边呢，就是用这种围栏。而我这个邻居呢，跟我们家之间呢，就是用铁丝的围栏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这边的邻居啊，他们也是用这种围栏把他们的房子呢围起来。在我们的左手边这边呢，我们并没有做围栏。没有做围栏的原因呢，是因为，这边呢是一块空地。当时我和我丈夫呢，考虑了一下，因为在这块空地上面呢，如果我把围栏呢围起来以后呢，我们在左手边的这边的空间呢就特别的小。当时我们就想，既然是一块空地呢，就让孩子们也可以在这边多一些空间玩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想还是先不把它围起来。在院子的左手边呢，我种了4棵树，最后面的这棵呢，就是我们家小孩啊，在很小的时候从他的学校里面带回来的一棵杉树，就是在最尾端的。另外的这3棵啊，就是中间有这棵呢，中间这棵呢是一个小灌木，我不叫它树。这边的前面2棵呢是枫叶，后面这棵啊就是一棵垂柳的苹果树。这几棵树我选苹果树和枫叶树，这些树种的原因是因为啊，这边手啊就是靠着西边啊，大家看到啊，这个西边的太阳现在刚刚也是在猛烈的照晒，西边的太阳太晒了，所以啊我就选这些树种啊，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呢就会长得像我们邻居家这样子的树呢，就长得大大的，而且呢它这个枝叶啊又会散开的话呢，就能够啊再给这个后花园呢带来多一点的这个树荫。所以啊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这几种不同的树的原因。这些树开始买回来的时候都挺好的，比我的人还要高。种下3年以后，这个叶子啊就越长越少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到今年了，这个树枝上基本上就没有叶子了。
所以啊，在今年夏天，我就给这些树啊做了一个小手术，我就拿着一个那种锯呀、啊，小小的锯子呢，把这些树的上一部分呢，不长叶子的那一部分呢，全部给锯掉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，但是当时也不想太折腾了，就用这个方法呢把它们锯掉。我在想啊，如果它以后能长的话呢，就长吧；如果以后不能长的话呢，我就再把它从这个底部挖出来，再换别的树。种这些树啊，也确实费了很大的劲。如果你种的树很小的话呢，那这个坑你就挖很小。但是啊，我买的树呢都挺大的。我买这么大的树的原因呢，也是因为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买的树很小的话呢，要花很多年它才会长起来。稍微买大一点呢，那这个见效的时间呢也会快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当时我买回来的这个树啊，大概它都是人这么高，然后这个盘子啊就是大概是30×40这么大的一个盘啊，这个根部，买回来以后啊，跟我孩子一起去挖一个坑，去把它们种下来的这个过程啊，是特别的辛苦。想一想啊，本来它是30×40，那你要挖一个比它还要大的坑呢，就是要1/3大的。挖十几个这样子的坑啊，去种这些树呢，确实是蛮辛苦的。我是分开几次去买这些树，分开不同的时间呢去种这些树啊。我记得当时我买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家老大就是说，阿妈又买树啊。因为啊那时候呢他是我的主要那个挖坑劳动力，所以每次买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都得叫他帮我忙去挖这个大坑。所以每次我买树回来了，他就是阿妈又买树啦。现在想想啊，这些体验现在啊带给我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，而这些记忆呢又是非常的美好的。特别是啊，当我想到和小孩子一起在挖这个坑的时候啊，嘿呀这种情形的时候呢，这些甜蜜美好的记忆呢，是什么东西啊都换不来的。